甜的吃多了还是有点腻。我发现，甜品给人带来快乐是短暂的，辣的东西才是永远的生。比起甜的，我还是更喜欢吃辣的，因为它能带给我长久的快乐，越辣越爽，越爽越想吃。之前留给我妈妈吃，这个我明天早上自己吃。大家一定要记得给我。好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